天坛影城 3D 电影夏令营的活动，除了要让小朋友看电影学英文，还特别规划了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的百变气球王活动。小朋友看着气球达人一会儿变出宝剑，一会儿又折出了帽子，都感到相当的新鲜有趣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做的第一个造型呢是大象帽，哇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当成英国的酋长，噔噔，好，公爵，哦，中国的太监。气球达人折着手上的长形气球，一会是帽子，一会是宝剑，看着小朋友精神连连。这场天台影城 3D 电影夏令营活动，主办单位请来气球达人张宏志前来指导小朋友折气球，激发小朋友的无限创意。电影的内容是动画加真人，所以我们希望表达是一个创意，所以利用折气球，觉得让小朋友知道，其实平凡的东西它也可以变得有创意，经过你的手，它也可以变得有创意。气球达人会的还不仅如此，曾经拿下2007年 IBM 及2008年 TMA 魔术比赛冠亚军的他，一段段精彩的魔术秀让小朋友看得更是目不转睛。给初学者专用的魔术棒，所以要请你帮我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魔术棒非常厉害，点到头头就不见，点到屁股屁股就不见，知道吗？所以不可以随便乱点。好，来帮我拿好，来，的确你自己点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除了欣赏达人变魔术及百变气球王活动，小朋友还欣赏了鼠胆妙算的 3D 英文版，亲身体验 3D 的实体感，而且还可以学英文，收获相当丰富。天外天新闻张家正、吕亚文三重采访报道。